刘毅问你，华夏真的有5000年吗？应该是吧，大家都这么说。那为什么不可以是1000年、2000年，或者是7000年、8000年呢、啊？而且你知道，其实华夏5000年这个东西是西方人说的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y。Hello， 大家好，我是 Chloe。你订阅我们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花3秒钟的时间按下面的订阅按钮以及小铃铛吧。1、2、3。问到华夏有几年的时候，我们都会下意识的说，华夏不就有5000年吗？但其实我们都在想，这个词就好像深深的刻在我们的脑海中。可是真的有5000年吗？到底是谁去定论说它华夏已经有5000年了呢？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好奇？难道真的有人一年一年去算吗？而且还有人说这个华夏5000年竟然是西方人提出的。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一聊关于华夏5000年这件事。那中学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念历史的年代表嘛，里面我们就有知道说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呢就是夏朝。那到底夏朝和华夏又有什么关系呢？华夏里面的华其实有华美的意思，也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夏有高雅的意思，所以也称为夏。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就自称华夏。此外，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我们今天才会以华夏著称今天的中国。可是呢，华夏它大约的起源是在公元前的2070年到大约1600年左右。那如果你这样子算的话，其实它大概只有4000多年了。那到底华夏5000年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华夏5000年这个概念呢，一开始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结果，它也不是中国人自己算的，而是一个叫魏匡国的西方人说的。那问题来了，西方人又怎么知道中国有5000年呢？首先就先说一说魏匡国这个人吧。其实魏匡国又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是中国明清交替之际从意大利来到中国传教的教士，还是第一个将中国上古史带入欧洲的人哦。就在1658年，他在欧洲出版了一本共有10卷的欧洲上古史，为欧洲的汉学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本中国上古史呢，它就从公元前的2952年的盘古开天地写到西汉哀帝元狩二年，也就是公元元年的时候。魏匡国认为华夏的故事可以从伏羲、神农、黄帝等8代的帝王开始讲起，所以他在中国上古史的第一卷就讲述了这些中国远古的神话故事，最早创造了华夏5000年这个说法。但是呢，其实除了西方史学家的观点，中国史学家他对于华夏5000年呢也有自己的看法。基于魏匡国的概念呢，其实伏羲这个人呢他太重的传奇色彩了，基本上连中国人他们都不确定到底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伏羲这个人的存在。所以在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的时候，人们就决定要效仿西元几年，也就是采用中国史上第一个帝王，就是夏朝华夏先祖皇帝的诞辰作为中国元年。为了能准确地判断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谁，他们就翻阅了中国历代历史学家所编辑的史记，其中宋绍雍的《皇帝经世书》就以公元前2357年作为尧元年的开端。但比他更早，近代皇甫谧的《皇帝世集》里面就认为，最早的帝王应该是公元前2698年出现的，比尧帝更早的五帝之一皇帝。就这样，皇帝纪元4609年也就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元年，距离现在也有将近5000年的历史了。此外呢，按照史记的说法呢，像他的记录就是华夏确实也有5000年的。那大家都知道，史记呢在中国的史学中是非常的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史记的记载也是从上古传说中的皇帝时代开始的，直到汉武帝太初4年间共有3000多年。而且从西汉武帝时期算到来今天其实也有2000多年，那么总共加起来呢也就5000年了，也让华夏5000年这个说法呢更加的深入人心。那其实呢，现在的考古学界它判断一个文明呢主要是有3个标准的，第一个就是文字嘛，第二个就是城市，第三个呢就是它比较复杂的礼仪建筑。我们都知道文明的代表呢就是代表着人类它脱离了原始野蛮的状态，也进入了一个比较高端的意识形态的阶段。因此按照国际上的观点，在世界4大古文明之中，埃及文明是最古老的，第二个就是巴比伦文明，第三个就是印度文明，最后才到中华文明。在国际上呢，其实很多的外国历史学者他们都在争论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华夏有没有5000年。
这个是因为呢，其实中国的考古历史中只有商周4000年以后的文明有考古的证明，也让很多人怀疑夏朝是否真正的存在过。毕竟它的历史真的是太久远了，它拥有太多的传奇文化色彩是我们无法探究的。因此呢，中国在2001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一项研究，叫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项研究呢，主要是以考古调查以及发掘事实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的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科学交叉研究的方式来揭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起源以及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那研究结果呢？研究结果就确实证明了华夏确实有5000年的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都出现了文明起源的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都陆续进入了文明的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就已经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且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了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最重要的就是这项文明，它已经发现了5000年文明的遗迹，其中就包括了有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卯遗址，以及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等。所以呢，考古学家也以一个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为例，证明了华夏确实是有5000年的。那什么是良渚呢？良渚呢，其实当时候建立在一个沼泽之上的一个城。那为了要防止洪水啊、灾害之类的，他们就必须要在建成之前要建立一个巨大的水坝来防止这些灾害。这也其实侧面的去证明了，就是当时候呢，这个文明它确实是有能力去组织人力以及一些资源去建立一个水坝的。而且以当时候的这个技术来说呢，它至少要10000多人，还有要10年的时间才可以完全成功建立。另外，学者们也在那里发现了高等级的宫殿、墓葬等，而墓里头也有随葬品，就比如玉琮、玉璧、玉制的武器、玉叶。除了良渚，在中原地区的陶寺、石卯遗址等也发现了巨型的城子，而其城址内的社会分化非常严重，形成了一整套的等级制度。那发现有等级制度的这些遗址呢，它就证明了在夏商周之前，其实中华文明呢就已经在更早之前进入了一个国家文明的阶段。那么无论是西方魏匡国的华夏5000年，还是东方邵雍的5000年呢，他们都与历史上的第一个帝王，也就是皇帝有关系。那到底谁是皇帝呢？皇帝呢，其实一般呢，我们都将他和颛顼、帝喾、尧、舜等四位皇帝合称为五帝。根据中国历史学家的说法呢，皇帝之所以会成为第一个皇帝，其实是有几个标准的。第一，他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他统一了分裂的各个氏族。第二，就是因为皇帝他的后代最多，跟他有相同血统的呢，就包括了之后的周朝的子民，还有一些战国七雄里面的韩、魏、燕也是和他有一样的姬姓的。也因为之后周朝越来越强大，取代了其他氏族在华夏的地位，也就这样，皇帝是周朝的祖先，而周朝又取代了华夏的地位，就这样，皇帝也变成了华夏的祖先。那关于这样的一个逻辑理论呢，一定会有很多人在质疑，所以欢迎大家在底下跟我们一起讨论。第三，据说皇帝在位期间竟然有100年呢，是5个皇帝里面在位最久的一个。那很长命耶，因为古代人他其实很容易就是死亡这件事情，因为非常容易生病啊、天灾啊，100年的统治是非常久。因为他是皇帝，在皇帝在位期间呢，他就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兴文字、制乐器、创医学、房屋等等，他的贡献是非常多的。那除了华夏5000年这个说法呢，当然他也有很多人提出说，华夏其实有10000年、有8000年、也有3000年。关于8000年这个说法呢，其实很多人就认为啊，在史前的这个记录呢，中国的史前文化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文明的阶段。其中的证据就是人们在河南舞阳甲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之中，当时候就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栽培稻，而且呢，还在一些墓葬主人的腰部发现了随葬多个装有多粒小石子的骨夹，这些甲骨就被认为可能是系在腰间，一边祭祀时就会发出响声，类似于后来萨满身上装着的那些铜铃。而且还有人在8000年前的龟甲上面呢，就发现了一些刻画的文字，其中甚至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笛子七孔骨笛。七孔骨笛呢，是一种用鹤类的翅根骨制作而成的乐器，
而现代的音乐家试吹之后啊，还发现它的音阶相当的准确，完全可以用来演奏音乐。此外，考古学家还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7000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6000年前的古城祭坛和6500年前的水稻田，也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或者是河姆渡文化等。但是如果要按照外国有文字出现的标准呢，中华文明的起源应该是在商代晚期的时候，距离今天只有3300年的时间。其实呢，华夏5000年它只是一个约束，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就是提供一个标准嘛。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一直不要忘记5000年来所发生的历史，还有一些历代人物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事情。好吧，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其实呢，我们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文化历史的研究的一个题材。那如果你对于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呢，你也可以在底下留下你的留言告诉我们。我们比较有兴趣的目前就是女娲补天或者是九尾狐的故事。好啦，那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提供你一些知识，或者是你觉得这期还做得不错的话呢，请你在下面按赞、留言、分享，还有记得按小铃铛以及订阅按钮，再一到我们的新的影片，你就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如果你有使用 Instagram， 你也可以搜寻 Clay Kadama 来 follow 我，或者是 JOEY 的 IG 红狐狸频道，每天10分钟陪你一起在生活中学习，拜拜。